我想知下大家呢樣嘅圍頭呢個空間係可以周圍望，即係起身望下有冇？你覺得最令到你最吸引嗰個？最重要的其實是我們自己的本質，
嘗試藥水在這個行這條路的時候一路生花，所以這個如花如水如故就是我其實就將我自己的理念整合了，所以就很想參與。而且這個名字很多時候都會變成一個很吸引，是不是那個名字怎樣如花如水如故呢，那三樣東西如果你是整體呢，其實都是挺得意的一件事。那我很想大家知道你的名字，是你的名字Ricardo 小光，小光，因為我是教日文的嘛，所以有一個日文叫出道的名字。所以 Ricardo 的意思是光明和希望，所以有些朋友叫做小光老師。阿明小光，阿明小光。咁咧就係我都好想大家望下我眼前，呢個咧係琴日晏晝做完一個行動的時候。中間呢個係喺塊鏡前，係係。啊，咁樣，
好實啦，有個感覺。嗯。可能有少少實喺度，睇下佢咁佢係表達緊啲乜嘢咧嚇？佢一個 ground， 即係一個好好實嘅一個 ground， 即係基礎咁樣實啦，定係個心係實？
好有興趣嘅呢一部分啦。其實咧，我係琴日由呢一塊布係啦，比較包埋呢塊布開始。其實呢塊布係點樣嚟嘅咧？呢塊布係由一個我哋有一個青年工作坊。咁咧，呢個咧係一個男仔，佢喺度聽緊一段媽媽嘅錄音。嗰段錄音咧係有關於生產嘅過程。咁佢用佢個直覺同埋佢一聽到有關於係生仔嘅過程入邊係有痛苦啦，無論係懷孕過程啦，係生嘅過程有幾艱難啊，總之佢一聽到係有關於令到佢痛唔舒服嘅，佢就會用一撇咖啡渣放落去呢塊布度，佢一路加一路加，加喺呢塊布嘅唔同位置，然之後佢再隨喺隻用隻手去一路畫一路畫一路畫，然之後呢塊布咧已經係沾滿曬好多嘅咖啡渣。咁當過咗幾日之後，佢已經唔係濕乾咗咧，就已經發咗喺嗰堆。一路一路，當我拎起嘅時候咧，啲咖啡渣上面咖啡渣一路落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我一路帶住佢行到出嚟嘅。成地都是由它剝落下來的咖啡渣。跟著這裡呢，就是我在這個咖啡渣上面一路走過經過的一個路徑一個軌跡。在這個走的時候呢，我都是一路想下究竟由這塊布或者之前經歷過的那條路是怎樣走呢？當我做緊嘅時候，同埋當佢有啲嘢係我哋會慢慢剝落咗嘅，但係剝落咗幾多咧？我哋剝落咗嗰啲係咩咧？這個都係琴日又俾我另一個嘅好大嘅感觸。每一樣嘢由一路每一日每一日過嘅時候，有幾多嘢我哋可以留得到？有幾多嘢我哋留？淋到嗰啲係又係咩嚟嘅咧？我哋點樣去面對留到同留唔到中間嘅嘢咧？而呢樣嘢我哋係有得選擇啦，還是冇得選擇啦？點樣去保留呢樣嘢？或者點樣我哋好啦？我哋真係要去放手啦呢樣嘢。咁我另一樣嘢咧就係、是。聽得話好好奇呢一個，呢個咧佢係我一個小二嘅侄女嚟玩㗎。佢星期六嗰日，星期五嗰日第二日，佢就嚟咗，又係聽住同一段錄音，跟住佢喺上面其實咧好用力去噏咗好多好多嘅咖啡渣喺上面，跟住喺上面吸咗個手印，同埋佢阿嫲。嘅手印，係啦。咁、那個手印即係我媽嘅手印，佢兩個 ，OK， 麻孫係啦嘅手印。咁然之後咧，我就放咗喺呢一度，一日一日一日咁樣。咁點知咧，琴日俾我發現咗啲咖啡渣發咗毛，鋪滿曬喺佢嘅手印上面。其實我琴日我係好唔捨得。好唔捨得要將佢掟，但係有啲嘢我冇得保留，因為某一啲原因，因為某一啲嘅因素，我要選擇我親手去將上面嗰啲掟走曬。有啲嘢係都好想保留，但係保留唔到嘅事，咁我哋嘅選擇又係點樣？用咩方式去處理？用咩方式去面對咧？用咩方式去記住咧？留住咧？呢、這個都係琴日又係令我好大感觸嘅。所以好得意嘅喺呢一度咧，每一件片由第一日去到今日，每一日都唔同。even 就算係你哋嚟到一陣，可能做過嘅嘢。都會令到呢個感覺完全改變，所有嘢都係又係一個新。
新嘅，又係一日傳一日，一樣一樣傳落嚟。所以就俾我覺得咖啡山係一個好得意，同埋布好得意呢個空間俾我嘅感覺都好得意。咁可能嚟緊咧，我好想你哋都係你坐喺任何一個位咧，今次我俾你坐喺任何一個位，你可以選擇一個你舒服嘅方向啦。你中意揀選一張你覺得你坐得好舒服嘅凳啦，面向嘅方向啦。你揀一個位先，你可以移動啲凳，即係如果嗰個位冇凳嘅，你可以移動啲凳，可以移動去你想面向嘅方向。然後咧，我會俾一段媽媽嘅錄音俾你聽。我想你聽嘅時候咧，你都仔細聽下佢呢個故事。跟住之後到係咯，阿妹出世，咁阿妹出世多事啲，因為佢我胎盤剝落啦，佢係 urgent 攞出嚟嘅，未滿月嘅時候，咁又好彩啦，即係佢出世嗰陣時候又腦缺氧又爆肺，即係又救得翻之後。雖然即係佢一路大，即係我一路都要去不停咁樣去醫院啦。即係基本上成個佢呢六年，即係佢到六歲到啦，咁都係要去醫院，不停咁同佢醫院覆診啊、睇醫生啊。咁但係佢 recover 又 OK， 咁跟住到。大啲啦，即係上咗小學又唔使咁成日去醫院嘅時候，咁佢開始同佢參加咗，即係佢小學幼稚園啲同學仔有翻跆拳道啦，咁跟住後屘咁啊又俾佢自己又想試，咁啊同咗佢去，即係而家我 part-time 嗰份工嗰個館嗰度啦，咁跟住館長就。O.K. 佢知道我喺細個嗰陣時，中一二嗰陣時，我有玩過跆拳道。其實嗰陣時都就係自己慳慳埋埋啲零用錢，即係交學費，因為嗰陣時都好唔係好貴。跟住嗰陣時，其實我已經學到黑帶噶啦。咁跟住後屘冇玩啦，即係翻要考會考咯，之後就到我女去咗呢間館之後咧，跟住就佢個館長知道我有學過，跟住就問我一唔一齊再玩翻啊！即係反正而家阿女又冇咩大問題，咁我又 OK 啦，即係。咁跟住就開始又再 pick up 翻，跟住又考過啲試啊，考過啲牌啊，咁跟住到而家啦，阿女13歲啦，係港隊啦。咁基本上我 pick up 翻跆拳道，即係點解會教，點解會考咁多牌，其實基本上都係好似同個即係個興趣同個女又有啲多啲溝通啊，係咯，因為個女黐我多啲啲啦。咁跟住有咩阿仔，其實阿仔又冇咩特別嘢，佢後屘都有玩呢兩三年有玩啦，咁。大致上是這樣，即是基本上好像整個即是到結婚生仔之後就整個人都在家裡了，是啦，咁係咯，即係因為一半人生都是照顧小朋友，咁有了就要生啦，生了就要養要湊噶啦，係咯。咁譬如個女兒有事咁，你唔幫佢，冇人幫到佢噶嘛。咁仲要咁多事幹，你
基本上朋友好少咯，因為你冇脱咗節噶啦，即係當你廿零歲嘅時候，已經係攬住一個其他啲，仲係講緊周圍去邊度玩、邊度做嘢，係咯，咁就成個重心喺曬屋企咁樣，即係基本上係啊，即係好少揾啦，已經即係朋友都好少，就係仔同女、老公。Thank you.
咁我就覺得頭先佢話嗰種 isolation 咧，我就想堆堆埋一齊，但係估唔到嗰陣時候咧，原來感受係都幾強烈，即係覺得好費力，得個少少，但係夾硬都要換咁樣，嗰種嗰個感覺啦。咁所以堆埋一齊之後咧，我就覺得個心情就想坐緊啲呢度咁樣，係啦，所以一個好吃力，然後集曬所有嘢，好費電都冇辦法。即係做得到嘅呢種感覺。嗯，幾美得。嗯，我最主要係覺得，最深刻嘅就係佢做有兩件事，感覺就係奉獻咗，即係自己咁樣啊。咁啊，雖然佢講得好好似好平淡，即係佢唔係。高嘅嗰啲情緒高低嚟嘅，但係又好即係聽得出佢嗰種含辛茹苦嚇，即係有個小朋友特別係啦，即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呢個。咁第二就係佢嗰種嗰、那個跆拳道啊嘛，係咪？嗱，即係好似就又好似講得好平淡，但係咧即係嗰個隱約係一種嗰種拎。即係好似佢為小朋友，但係佢又有一啲佢原本嘅興趣喺拎得到，其實都好過癮。嗯。就講剛才個媽媽嘅故事咧，正正反映翻我而家嘅現狀。咁疫情比較嚴重開始啦，咁聽咁講，我個仔咧喺兩年前咧，佢就同我講話要去跆拳道，咁當時開始咗，但開始咗冇幾耐之後咧，出現疫情，後來再復翻之後。之後就我個女話佢話，阿女係細女，細女話要去。咁但係細女咧開始咗幾個月之後咧，阿細女又話要唔去。咁呢次對我嚟講咧，呢個係我嘅一個信念。咩信念咧？就係我個人相信一個狀態嘅終結係另一個狀態嘅開始。呢個係我第一個其中一個信念。咁另外一個好探究性嘅人，咁所以我就。上次接觸嗰位跆拳道嘅師傅，然之後同師傅講：你有冇成日翻啊？跟住話有，咁於是我就話，我就決定我要跟同一個師傅再去學跆拳，睇下中間係一個點樣嘅轉化。咁所以我都將會考大啊，會係我先考停咗。咁喺參與時我就發現到，哦，原來我嗰陣明白到，原來我個仔咧係唔能夠接受搏擊。因為我邊度會打啊？撲到佢嗰方面嘅，即係我對我嚟講挑戰開心，但是自己。咁而我一走去嗰個社群嘅時候，啲同學仔會一齊相聚。咁我再理解翻我個女，原來佢個狀況唔係因為搏擊嘅問題，都唔係因為嗰個招式好難嘅問題，原來佢唔能夠嘅接受同嗰班群體嗰個相處。咁喺呢個位置我就覺得好有趣。亦都俾我我亦都有另外一個信念嘅，就係信望我呢個同我嘅宗教有關。咁我相信，我首先要堅信孩子當嗰佢當佢嗰個選擇同埋方向最覺得最合適嘅狀態。另外我嘅望係，我覺得我要去守望佢哋，去同時俾佢哋睇到盼望。最後就係既然跆拳道呢樣嘢，我覺得我接觸到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可以將佢轉化成愛嘅聯繫。咁所以，到而家最後唔係佢哋，唔係哥哥學，唔係妹妹學，係我學。而我學嘅時候，就再將我自己嘅觀感去學翻我嘅孩子同我嘅家人分享。咁我其實就呢一個嘅轉化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有趣嘅更新同變化，亦都形成咗一個愛嘅。我都以琴日咧，都係一樣有愛母親狀況啦。咁琴日
街市嘅形狀咁樣咯。佢揀咗一個三角形，邊間都有機會可以俾你睇。佢咧呢個邊度咧，佢整得好難參透，一邊都唔完美。咁然之後佢好簡單咁樣喺上面加咗一塊藍色嘅 lace， 紅色嘅 lace， 好簡單聯想。反而呢個面就好正常，亦都好靚。咁我問佢：我話點解你要揀呢一塊啊？因為揀個三角形啊。咁佢就話俾我知，佢解釋話：我哋嘅一個人生就好似一個山坡，我哋平平淡淡嘅就一個。山脚下面，我哋要经历，要向上去嘅时候，要经历好多好多唔同嘅波折，有弯曲嘅，有直嘅，有薄嘅。佢话，但系当你爬到上去咧，你就会见到一片美好嘅，啲好靓嘅红色代表佢代表象征系一片好靓嘅事，佢就好似你就会见到片云彩啊，见佢哋一齐美好。所以令到我覺得啊，佢今日佢琴日同我講嘅嘢咧，我一直留到依家，咁成晚我喺個腦度不停咁樣諗住呢件事好靚。所以頭先就係、是、當你將所有嘢放下嘅時候，我係將佢變成一個小山丘，就係、是、放得起，而我同佢講咗，有啲嘢係一路累積累積累積，你要去親身去感受過、經歷咗。咁你先至，原來呢啲嘢係無法改。跟住就係 Flora 你講，我見你頭先咧，你好似做咗一個手勢，係咪？可唔可以講下係咩意思啊？兩個都一種係，即係都係一種祭祀嘅敬意咁樣，即係嘅即係媽媽嘅出啦。但係如果有佢。有即係有一種即係諗到佢仔嘅一種啦，亦都係媽媽嘅付出裏邊有嘅一啲嘅攞到嘅 blessings 啊。嗯，好多時做一件事，你唔會用個口去講。不只是你口講的那個語言，裡面的心中的那個語言的意思是會更多更多。所以呢這塊呢，剛才那塊布呢都是前天的工作坊有一個老師，他在這裡用他的方式去將甲一塊很印，每一個印呢他都是有意思的，每個印都是他曾經經常會做的一個動作，所以這個印是不是真的跟他只是印到他很簡單呢？對我來說不是的，裡面有很多東西，這個印每一下的印都有很多東西，所以我就想將它放在一個包住。而最後呢，這個呢我覺得是好像剛才那樣說，你有愛呢，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很有生命力的，就這樣一路一路一路做。愛是 很重要的，但是怎樣去維繫愛呢？怎樣去保持愛呢？怎樣去用什麼方式去表達愛呢？每個人都會不同，那種愛是可能對於某些人
其實呢個媽媽咧好得意啊，係我其中一個印象最深、最有感受。佢講最多嘅就係冇乜特別咯，冇乜特別啦，冇乜特別啦。佢成程重複呢一句好多次，但係佢冇乜講親嗰啲嘢咧，經歷嗰啲嘢咧，即係佢感受嗰啲嘢咧，對我媽媽一啲都唔特別啦。佢由細已經要做一個照顧者，佢由細已經要照顧佢兩個妹啦，跟住一路照顧到。佢結婚為止啦，當佢結婚嘅時候，佢要照顧佢嘅小朋友啦，照顧家庭，照顧老公啦。佢好似呢個責任都係喺照顧人嘅，但係當喺照顧人嘅時候，有冇照顧自己咧？其實媽媽做媽媽呢個角色，係咪真係同照顧掛鈎咧？係咪對等？所以我覺得，如果當我哋一架飛揸呢一樣，我哋嘅手。
後我想做一個 feedback， 呢個我分分。所以你頭先講嗰樣嘢，其實都好講係我能點樣去選擇，點樣去取捨。咁當你去取捨一啲嘢，去選擇一啲嘢嘅時候，你會以咩？咁上頭先都講啦，你會以咩去因素去整咧？去衡量或者去幫你去決定咧？其實真係好睇你點樣睇呢一件事。選擇呢一塊布嘅時候咧，我都想你諗一下，當呢塊布係表達緊頭先你喺地下度，你做個行對自己一個回應啦，又或者係對我頭先對你嘅回應嘅回應啦。
Thank you.
即係一個，如果呢塊布係代表一個生命嘅話，我會用自己嘅技巧揀最少人去干最少人走嗰個痕跡同干預嘅，自己自創嘅。咁用技巧去行出自己人生嘅披甲上陣，咁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性格。咁我自己嘅地方用嗰啲有風水元素啦。風水元素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 tough 嘅一個地方。咁但係我亦都喜歡一啲天職啊，同或者係紅鐵等等嘅元素，因為我覺得佢俾我一種柔和嘅。而會係用一個不規則嘅狀況去剪。所以我依個都係冇去計劃嘅，都係非常之隨性。好即興，對我嚟講，我每樣嘢我都有規劃。但係當我做咗個簡單嘅大點規劃之後，我會俾件事自由發酵，或者俾自己去發酵去醖釀，睇下每一樣嘅行為醖釀出嚟嘅嘢，去接受佢嗰個發生，話唔定俾我嚟更加好。咁亦都我將而家呢一個嚟擺曬我身上面嘅一個作品。整佢
咯，就亂亂亂亂。一時咧諗起我婆婆，我婆咧有一頂帽自己整嘅，咁用咗粉紅色嘅布咧就即係整一條橡筋咁咧就好靚嘅。咁我諗緊啊，如果係有一個布嘅，咁有一個梗係阿媽啦咁樣咁啊，所以我而家再分唔到究竟佢係乳房啦，定係一啲毛嚟。走曬啦啲細路仔咁樣咯，但係咧中途啲媽咪走曬細路仔啲皮肚皮咧都係拆皮咁，咁我媽個肚皮有見過，我婆個肚皮有見過，我自己肚皮梗係見過啦。咁啊跟住仲有條即係我啲肚臍啦，即係有條臍帶咁樣。咁呢度咧就覺得啊，好似養整到佢真係即係有，即係開頭都覺得佢似乳房啦。咁我覺得一兩隻就瘦，咁咧就好似一個秘樂。咁啊，打咗結咧，就嗰個感覺就好似，即係我母親嘅手都係好靚，係啊，個膊頭都好靚啫。你覺得你個你哋三代個肚皮有咩共同之處啊？都係短，啲巢皮嘅咯，咁樣咯。係啊，咁所以係啊，都係啲細路仔走曬。即使是這樣也好，但是小孩子每個人都很喜歡的。你覺得你想將你這個膊頭和這個頭皮，如果在這兩件物件上面，你想加在哪裡？這兩件。這兩件。小光，如果係唔會，唔使將你添加，可能
感覺話係不兩忘，改變一個好大嘅性格，因為我係我細個家話係我個人品質係好好，我中意佢。我試過咧係攞咗長底，發脾氣攞咗長底，一冰呢度從頭嗰度打上嚟，甚至打爛咗一斤嘅豉油樽。呢啲事係我好深刻、好深刻嚟嘅，因為咧我係成個豉油樽打爛咗。只腳是慘的，但是我做的是監察的，我是完全不理的。但是我是看到的是
冇啊，嗰陣時冇完全冇諗，即係係咯係咯，即係都係細個嗰陣。咁你依家咧？你依家都啊，係啦，都但係嗰陣時都。你除咗阿媽，你知道生嘅成個過程，生咗出嚟之後發生咗呢件事情，對於你嚟知多咗啦。啱啊，就我哥哥，我哥咧，我即係話長咗米度嗰個妹咧，就係農曆六月出世嘅，農曆六月。因為我哥哥咧就係後期我媽走咗啦，佢即係入院啦，定係落船入咗醫院。
咁